所以其实我们看到这个葱花好像有一个美感，对不对？如果不是今天晚上就立刻吃掉的话，就不要加，对不对？对，因为葱泡在水里容易酸掉，很多消费者不知道，都买一买他就回去冰着，那就冰在冰箱，那水它就泡着葱就容易酸掉這樣。所以难怪就是隔天吃的时候就觉得好像坏掉了。对，大家都会认为说好像是鸡肉坏掉了。确实只有葱坏掉而已。哦，原来如此，啊、对，是这样，所以这样就好了。你刚刚加了，这样调就好。加了这几罐到底是什么？我每次看到人家加一大堆这个水的东西，到底是什么？这一罐是鸡油。哦，鸡油。鸡油。这一罐是香油。香油。这是高汤。哦，加高汤。对，加高汤。我觉得加高汤好好吃哦，对不对？每次都要多加一点。高汤就是煮这个已经煮了上千只的鸡了，对。所以是鸡的高汤。鸡的高汤。对。对。看起来好好吃哦，快，你看变出来，大家赶快来夹好不好？快点，我吃错边，蒙哥，你赶快过来，okay. 不用客气，我要吃这个，你知道这个是什么吗？借大家看，姜姜鸡冠哎，对，我刚看到觉得就 combo 哎，但是呢，快点，你说这个好在哪？鸡冠是最多的玻尿酸、胶原蛋白、养颜美容。你会不会突然间很想吃荤？没有。对，那吃起来的口感很像那个猪头皮这样子，好吃吗？好吃，好吃，尤其是那个骨头去掉方便多了。对啊。